各位同心请就坐，好，咱现在要开始上课了哦。各位同心麻烦请回座哈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很欢喜看到大家啊，啦精神做一个好起来啦啊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身体哦，确实是欠安啦啊，我常咧讲违背华里的现世报，是安怎安尼讲？即马是三期木劫，那有咧修道的人，三期木劫违背法律的是现世报。我咧想讲，今日我无法度来甲大家上课。想要请假，但是朋友甲我讲，啊，你都安尼处理一下，啊，伊搁甲处理一下，就较看我啦。啊，实际上就是安尼。好，啊，咱无爱讲遮个啦，我是要甲大家讲吼。迄、那个三期木劫违背法律的，都现世报，这就是实际上一定会发现的，一定会拄到。哦啊啊，这要甲大家讲一下吼，啊，就是歹势啦啊。但是实际上，我看到大家来，我足欢喜，因为有恁，咱才会成功啊，对唔对？嗯、哪无恁，啊两三个啊，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实际上也是安尼。大家拢有奉献，因为无恁来无法度，所以足甘心。今日就坐甲满满，啊，咱今日的重点要甲大家讲啊，公共政策甲财政预算。公共啊政策啦，咱以前我讲到公共政策甲行政效率，即马要来再讲公共政策甲财政预算，即马就是讲要予大家搁较清楚的，以后。参议院、众议院，当然上重要的是啥？法案嘛，法案爱偏重啊，即个法律的问题，要来解决人民的所需要的，这是拢叫做公共政策。啊，到尾啊，咱要来做这件代志，是毋是要有预算？这就叫做啊，财政预算。所以，咱这点钟要来甲个探讨是这个问题。所以，
然后带迄个叫做啊随身携来，啊，就拜托人同心扩登去。后拜，你要心在时啊，都要特别注意啊。咱甲秘书长甲咱讲，若有来点招的，伊叫你签一个字，啊，你知影咧签啥？有诶讲唔知啦，啊，唔知就包死个啊。搁伫遮，甲大家讲好清楚，虾米代志？那咱啊，政策个有规定个代志，啊，咱若有诶，乌白去讲，啊，叫要大家签一个字，签了一定爱负责个，所以大家爱清楚吼。那要做一个国家的要做啊，算讲啊参议员，啊是众议员，啊是各州的要做啊参议会甲众议会的议员，安尼你家己都爱，迄个爱注意啦。人叫你签名，你袂使乌白签你啦。好，啊，这就是要予大家清楚一下安尼。啊，咱上头要来啊，要来甲大家复习。搁讲到公共政策啊，遮我就会较简单的讲吼，啊，我遮会讲较。详细，吼、哦，公共政策啊，政策个什么形态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结构，啊，甲制定公共迄个政策个做啥？政策制定个过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要搁大家知影这里，啊，再来讲这啊，大家较爱注意的吼。哦你那是，当然你是读法律系，哦啊你，你要来定法律，应该你就吃，这个怎公共政策怎样的话，啊你会使定出来，啊再法案过来和参议会，啊众议会来审，但是这个财政预算啊，是啥物？你那爱怎样这里，好、哦、啊。爱好啊！咱要讲就是财政预算，啊，甲做啊，财政预算的严格啦，是安怎来的？我予大家知影。啊，要安怎大概吼？要安怎编？大概是安怎编出来？吼，啊，咱再来审。吼，啊，咱的规定，特别的规定，啊，再来讲，咱。是一切为百姓嘛？我要请问大家，咱大家来这的目的，是不是要一切为百姓设想？感恩啦！咱今麦要讲吼。公共政策吼是啥物？公共政策就是啊，政府的决策的部门啦，啊来制定的公啊，要来解决这个公共问题所采取的方案啦。啊，这个方案是啥物？公啊，以这个方案就是作为公共事务的啊。原则嘛，吼、哦，这个做指导原则。啊，什么叫做公共事务？这点大家拢爱清楚。公共事务啊，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，满足人民的需要，和社会的福利啊，啊，社会的较有这个啊福祉的，
啊，保障国家的安全，这拢爱去考量着。现在，迄、那个虎豹奈闹遐大，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有诶讲虎豹那虎豹，真正有诶拢唔知啦。咱啊去甲美国签，100%拢同意嘛。去甲日本签，那一定100%。去甲澳洲，去甲英国，那会去甲对面啊诶中国签，咱这边人民未接受。重点在大家知影无？这是因中国人的代志，无唔对。但是我咧讲，因咱这边的人民是安怎未接受？主要啊，那要因咧管啊，因拢移民来啦。四年都提到啥？四年都提到啊！流氓政府的身份证后摆啊，要来甲你选去啦！乌克兰领导的迄个模式嘛，克里米亚的模式嘛，讲诶。遮大个拢咧讲啥？啊，讲北京话啦！啊，遮个人，阮要来保护啦！啊，这就是咱遮个人民未接受个。啊，搁一点啊，大家较简单个，互人知影讲吼，那因有迄个野心，要甲你。经济控制，我足清楚。我伫啊南非啊大过，迄个时阵啊，白人吼，我足天真的啦。伊讲政治甲经济啊分开啦，互因黑人来。甲因黑人来选啦，你哪有法度选赢黑人？伊讲政治迄阵啊，迄阵白人执政的时，白人执政的时，因啊，敢若占差不多10%啊十左右啊，尔才会白人，啊咧管90%。啊！伊讲，哎，啊，无要紧啊，经济拢白人控制啊，啊，政治还去花，政治甲经济啊，一定挂钩啦，政治甲经济一定会挂钩啦。比这个例，我比上简单的例啦，咱来开放，因遐是。共产党呢？因个企业拢是啥？企业拢是国家呢？啊，好啦，咱提一个例，互国大较清楚。因国家来投资咱这边个钱，咱啊互因入来，因是咱个股东，公司个股东，伊来参加银行。伊即马甲你整出，滴滴几百，滴滴几百，那个个好野人，甲一个普通人，两个咧做生意，啊，拢是沟通，啊，阿伯什么人呀？啊，好野人一定呀，我要搁增加资本啊，我提解增加，啊，增加了，按着规个公司拢去哦。
就大个食小个，迄是足明显个代志。啊，即讲安尼，大家啊，过来我头拄啊讲安尼，来遮，因讲来遮啊，来开名单，开名单，一个到处个金额，几万块，伊就会使来遮工作，来遮留落来。啊，就因遐个亲阿叔啊，拢来，啊，拢来遮办车，拘留四年，啊，就摕一个流亡政府的身份证。啊，这毋是克里米亚翻版，所以人反对的，啊，咱控制呢。就是这个问题，啊！你望政府伊个政策就是安尼啊，因此要去啊统一啊，原早讲啊反攻大陆啊，啊现在的话就叫他们来啊来统一啊，啊这就开始了。伊即马用钱来甲你买，啊，就甲你统一啊啦。啊，使战争，啊，这较紧啦。哦，啊，这我，所以讲咱大家一定爱记，会记哩。咱若要做政策啊，一定爱解决人民的问题。啊，现在人民都反啊，伊也硬要做嘛吼。啊，满足人民的需要，啊，人民有需要无需要？你若去甲美国签，去甲日本签，去甲。啊！澳洲签、英国签，人民大家牙齿啊，拢啊欢迎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问题。啊，个安那，公共事务爱个保障国家的安全呢？因咧做代志，干保障国家的安全，拢无去考虑到啦。惊讲电视。电信公司开放给他们来投资，是啊，一变大股东，资讯伊来掌控，什么代志也掌控。啊，拜啊，国家安全无咧考虑啊，所以下面叫做啊公共事务，公共事务就是。爱解决人民的问题，甲满足人民的需要，啊，搁互社会啊较和谐嘞。好，袂使讲啊有这个差别待遇，好，要都爱拢有。好，啊，过来啊，来保障国家安全。好，啊，这互大家知影者。啊，我看这个类型吼，因为。咱唔爱去讲到，因为这是学术上吼，咧讲的啦吼。啊，这咱啊唔爱讲。啊，即马就是要来讲这个结果啊，咱也唔爱讲啊吼。咱来讲制定啊政策制定的过程，咱因为。这个基本是一切为百姓设想，所以咱制定的时啊，咱爱用智慧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经验，啊，甲有这个科学方式啊，来进行这个政策的规划甲管理，啊，所以第一步啊，需要的认定啦。这项代志是不是人民都需要？啊，那需要，咱爱来定一个政策。啊，那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建议的形成，这个啊政策啊来建议的完成。啊，过啥政策的采纳，啊，过来政策的执行，啊，过政策的评估。啊，我甲画一块图啦。哦，这个图，
予大家做参考。第一，咱认啊，需求的认定，差不多要经过这个模式啊，来做分析啦，来确定啊，这个模式啊，啊，当然有的较无了解，因为伫大学上所读的。有的较无同款，啊，有的有读到，有的无读到，啊，无要紧，即马足方便的，啊，大家会使上网去看，看啊，什么叫做资料分析，吼，啊，即什么叫做啊样本的调查，啊，甲政策的模拟，啊，甲因果分析，甲预测技巧，吼，这是历届的啊。过程每一个部门政策要完成，拢是爱第一认定啊，甲建立啊形成啊，过来建啊政策的采纳啊，过来执行啊，来评估啊，然后评估以后执行了啊，来评估评估完啊，咱个写倒转来，搁查一遍啊，看。有需要个修订啊无？以后要个这个政策要个修改，啊才可安尼个写一遍。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这个政策唔是讲一个人、两个人讲讲的，都好写啊呢。阿伯啊，咱。积极的是，那爱用到这个比较审慎的方式来拟定这个公共政策。但是，我有讲过，现在秘书长开出来支票，咱拢爱去甲执行，拢爱甲。提出来，形成法案以后来执行，咱来大家来学习一下。秘书长有提出几个政策啊？好，十八岁以上啊啦。啊，有条件的。一栋厝嘛，一间厝啦，一栋都几啊？好，第二个咧，从幼稚园开始，啊，甲大学。啊，读完研究所，读到你不要读完的学费，拢政府要付。过来嘞，那个助学贷款加。有身份证的免行啦，无身份证的爱行啦。所以大家爱记哩，你哪里你要做拟定政策的时啊，你要审查的时啊，你就去看伊个写出来，是毋是秘书长你上课的录音带，阁会使调出来看卖。伊有讲诶，咱一定爱照这个诶规定啊，来甲完成。啊，其他诶部分，咱一定照这个程序啊，来甲完成。啊，即马讲到，甲大家较有关系啦，吼、哦。
靠关系，就是讲要先介绍讲财政预算啦。哦，啊，这个财政预算吼，咱讲预算吼，是未来年度期间啊，期间吼，国家的会计年度无同款，好像日本是4月1号，新加坡那是4月1号开始他们的会计年度，好、哦、啊，到第二年的31号，这叫做哦年度内的税出之预测计划控制管理的工具，啊，是用货币数字量化表达的文件，这咱所讲的叫做啊预算，用数字啦表达的诶文件啦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是货币吼、哦，代表也货币。啊，咱即卖要阁讲啊，预算有政府机构依据政策，这是啥？政策。哦，甲咱头拄仔咧讲，政策啊，确定啊来依照政策编制，经国会审议通过后，交由政府机关来执行。啊，可加强政府机构啊财务管理啊的监督的能力。啊，使这类政府的财政透明化，哦，这是咱后摆啊，一定必须定够交代一件代志，讲每一户送一台啥，这大家清楚嘛？吼、哦，以后。咱就等于安怎？所有的电信啊，诶，迄个资讯系统啊，迄恁到厝诶，迄个拢应该是你上电脑讲诶，啊，我都无迄条线，啊，袂用哩，安尼敢会使哩？所以，若要上电脑，你都含系统，拢也是。哦，免费啊！啊，我今日坐计程车来，伊讲啊，歹势吼，啊，都你伫遮甲遮哦，啊，加5块啦，啊，这都讲，我以前吼，讲无这个规，以前都拢照表啊，哎，起码讲爱加5块啦，我甲讲。啊，拜那民政府执政的时啦，这敢爱付钱？较早都无咧付钱啊，啊，即卖哪爱付钱？我甲讲吼，这条高速公路早都开好啊呢，咱人民出钱开的呢，叫财团来到这收钱，安尼对唔对啊？绝对唔对啦，这叫做公共政策啦。公共政策安尼做，实在咱家的人民实在足好管理的。啊，有人讲你们啊是死老百姓，啊你都无法度，足好管理的呀、啊，欸咱人民交钱起的这条路，拢起好啊！伊讲干了要为着啥？免人去遐修啦，要为了让大家较紧过啦。叫财团来设这个要做啥？干了这个啊，扫描的物件啊，过去扫一下，过去扫一下，诶、欸，这包。包摊的政府
唔来做，啊，好财团去做，去想看卖，大家靠后边遐人听到，可能大家哪里付？啊，当然我若照付啊，我无会讲偌济钱，我袂甲计程车咧计较。我来讲偌济钱，咱偌济人付开，我是甲讲这是。迄、那个违背吼，迄、那个名义啦。我甲讲，咱去好诶。你若讲这条新开诶要收费，咱还会使较忍受咧。啊，都开好啊，啊叫人，叫人去，实在是足冤枉诶吼。啊！咱人民的付钱付惯起啊！啊，政府安尼花，伊就咱安尼付。啊，摆啊，这无经过预算的啊，因得较好卖啦。因安怎？啊，都一定要做啊！圆通嘛，圆通算偌济钱啊？交来互伊，安来讲安尼，生意足好做呀。干瓜完坐伫遐纳凉，干来讲啊，一年哦，伊啊着扫描过几台车，啊着摕偌济钱来，安尼足好做啊。所以，咱只要讲着讲，咱的财政会透明化袂啊？咱咧做一定爱达到这个透明化，即爱大家一定哦爱。那因咧做啊，足济拢是啥？黑箱作业啊，没有问题。咱迄个财政啊，啊无去领呀，啊是要做爱迄个财政爱拨一寡去吼。迄、那个弱势团体的钱啊，拨去市政府，市政府来乌白甲你啥？乌白甲你用无照，要定这个叫做财政，要发行这个财政的条件，啊，这拢是啥？这因咧做确实是黑箱啊。千福帽，伊那要黑箱啊！啊，这都熟悉啦。这个，好，大家看看这个吼。新加坡的预算，吼，因咧定这个做政策的时啊，定出来了后，因讲这个预算的目标是啥？要受惠啊，这个群体的家庭啊。啊，这是新加坡的，也有做啊，政府因的网站所订出来资料。咱要学，一定爱去学较先进的国家。啊，起码时间上吼，啊，较这无要紧啦，啊，税出。啊，税出是啥物？有大概即几项啦，拢总啊九项啦。依照咱现在流氓政府啊，税出啦，一般政府支出啦，啊加国防支出吼，啊即几项咱唔爱个，因为时间上已经够啊吼，啊我唔爱个解释。啊，即嘛税入啊。啊，咱遮有五项啦，即几项我爱特别爱注意一项啥？注意这项吼，伊这个其他收入吼，这无要紧啊，这好大家知影就好啦。咱起码要讲这个严格吼，财政预算的严格吼，咱主要先拢是先进国家啦吼。有这个财政啊啊预
预算啊，为英国开始，啊，加美国啊，财政部爱向国会报告啊，财政收入啊，收加支出，啊，美国联邦啊，制定这个啊预算制度，啊，加美国啊国会通过有这个预算审计法，啊，这拢给大家做参考啦。啊，咱即马讲编制啊。编制啊，咱是根据什么？咱是根据咱啊，台湾啊，民政府编制预算、啊、是依据台湾啊，民政府参议院通过台湾啊《公民权利法案》29条的规定。我看咱这内底。第一届有参加的人，举手一下，好不？足感恩，参加第一摆来参加投票，通过这个台湾啊人啊公民权利法案的人，我迄阵啊伫遮咧主持，讲。拜托，咱买啊，讲指数啦，咱买啦，咱讲吼，较正式的，互翕相台拢看有诶吼。咱用起立，同意啊，足感恩啊，足感谢大家，各伫遮见面，拢迄阵啊，大家拢全部通过了，全部起立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这个就是效益跟成本啦、啊，就是一本比啦。啊，一本比就是啥，一定要大于一啦。啊，这叫法都执行啦。好、哦，这点，咱后摆要审查时，都按照这个例子来做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因为这个说明吼、哦，啊，咱外国国啊，提这个联邦政府吼、哦。啊，102年的资料啊，予大家做参考啦。因也是有列出来，每年有咧比较啦，予这情形啦。啊，最后就是啥？无论公共政策甲这个预算啊，咱头拄也有讲啊，吼，一切为百姓设想就对啊。男士为百姓设想的，这个拢袂使你啦。哦，啊，因为时间有较超过啊，啊，咱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各位同事，咱即摆下课休困，啊，稍等下2:50，2:50，好、哦，准时上课哈、哦。下课休息一下，等下2:50准时上课，谢谢。